炸掉了！再找一个那谁？退下！这上打不过。哎，楼下！
跳舞。回来。跳水枪。回来。开个矩阵，开个矩阵。没矩阵了，用完了。我挡你前面就是。我发现来。无效塔呢？左边高台。卖水煮。卖水煮。先是去哪？不管我。杀了！哎，留他！等会儿。杀！早没举证。之前那一波西加龙那个半道被我砍了，这一波西他妈被砍了。这波我其实，我跟你说，其实你不砍他我就吸掉了，举证举在下面了。赶紧走。哎，加六分。去点里。哎，没人碰点吗？我碰不了点，我肯定碰不了点。我在上面换衣服，我肯定碰不了点。我知道炸弹在下面换衣服，没时间了。这个图其实还比较好打，直接303就完事。303打不了，相信我。303打高台。咱们没那么大默契，他303现在不好打。行吧，那就慢慢来吧。不如打一波技术刀保守一点，技术刀。那就威狗打个球嘛，那就拉点。球，你如果玩球的话，可以就是先去那个太空舱，然后找机会把他们撞下来一两个，是吧？可以撞的。如果奥利莎没开八，他撞下来的话，他们直接没了。我知道。所有人都在干我。我知道，我想办法，好吧？你们告诉我看他有没有开过霸体，帮我记一下霸体。一般他不会记的，要开霸体只是有心跳的。发现本质。不是，我说你们帮我记一下他有没有开霸体，大概记一下。我知道他一般不会开，我就怕他到时候反应太快了，开了就要再等一波。我这把又出一个暴击。30秒后开始进攻。看上去他们不出来。刚四啊，我就没怎么出来。我吃不到，你跟我站的这是。我们俩不需要吃人的，我不吃。你们压着凶，我就不需要吃。对的，我们压的越凶，他狙挂在后面就越爽。而且他没人能秒我，只有 Diva 和闪光来过。5、4。但你们不能浪到中庭里面，中庭里面我。1。没事，让威狗先去看看，不急。我是我能。他们跳奥利莎，奥利莎在中间没有堡垒。奥利莎是吧？去拉点去威狗，去拉点儿。点里有人。火上医学奇迹。哎，这一次奥丽莎半血，爸还多多少？没奶的。等一会儿，不急。他们进点慢，Nice， 打赢了。我是真在后面一个大量。我已经抵达目标点位置。哎呦！死了！我给你们睡眼了，该拔的。我
还好，没有，他不把那个猎空死掉。去，打扰了。已占领目标点 A。视野不应该太。给球吧，有。我没到，等一下清醒，等一下。哎，等一下清醒。他奥利他下来了。哦、哎，他们在提我。放弃抵抗。你把可以开吧，等我三秒，等我三秒。帮我一下，我也雷了。太厉害。哎，要不了。不好打，哎，对面是迪瓦，有迪瓦跟那个裂空了。哎，我躲起来了，我在他们背后躲起来了。这个图你们可以画303的呀。哎，他们把我忘了。迪瓦在找我，挡波刀。迪瓦在找我，能拆他吗？当心后面。我需要治疗。狙我的管。砍魔刀，准备，刀走。用钱不求。来把前面杀了，点起来，杀点起来。天使。天使。把炸完了，哎，换三零三，再打他们，他们也被粘到炸弹了。回去换三零三。麦克雷伊斯，他们闪光也干我。团结一致，不可战胜。来把我打到站上之后就可以打。啊，机甲十滴血。哎呦，这个机甲。麦克雷呢？我有刀！啊，去布冲来，不！啊！战斗还在继续。我不行啊！我操！我很难受，打的。换个303呀！爆打！全面没撞。五十已到，我要被打死了。哎，回去换303，直接。Hilton saw me。我换班长吧。来一个路霸吧。别急，失血，剩下一次，
练才能长肌肉。把麦子给我了，上了。我还有一个波子，我打了。看得到，上面那个角看歪一点。把半天是他拼音想绕，拼音背后，拼音背后，铁拳背后。啊啊！屈服于我。打不过，这波能放吗？赶紧死，赶紧死。这波放吧，这波放吧。能打杀一个星星。这托好服啊！放了放吧，死吧死吧！来，赶紧回来，赶紧！走！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没事，我能点了，我打了，我再打一个没防。走正面，走正面，别左耳朵，别左耳朵，别左耳朵。别放心，我帮你打。给你屏障了。走左侧，走左侧，走左侧。来了呀！换出来30秒扔了个核爆，哇！我扔出来就30秒，扔了个核爆出去。进攻，准备防守。选择你的英雄。还打狙吗？我他妈打什么呀？可以打。你可以打个狂手。他们不跟我对，我得哎呀。他们对就对，就收过路费嘛，你就去那边收过路费。多久啊？那我玩啥？我玩个来个死神其实可以。我会成为你们的护盾。你好。这样好打。别，我们没奶，是不是可以打？不用奶的。要是准备时间。那你奶也不够。哎，不用堡垒打，只能灵活一点。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信念。你好，你好。你30秒后，敌方开始进攻。我对死神这个英雄，死神很强啊！你在点里边。黄鼠也猛啊！黄鼠第一波。我觉得我对这局没什么好印象，我就能保证他们走正面过不来，就只能走你们。你这局玩多了智商会下降，我操！哎，你掉下来。死神怼脸，疯狂怼脸，他们在这儿，他们有闪光。站在屏障后方，伤痕无。上完那个闪光，一个痛快。3、2、1，闪光，疯狂，哎，没办法。还剩60秒，他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防守目标点 A。索然无味，我操！真是他们球家猪，你随便打，谁杀死？
我那个猪也很开心，老子过去杀安娜，原是帮那个安娜挡了一枪，老子直接半血没了。打什么？准备进攻。我打。选择你的英雄。我打半浪，我不打他妈那啥。三零三不好打，是吧？一分钟。还有几分钟？跳点吗？跳点在半浪跳点。哎，我家班长，我不打狙击，他们老蹲我，给了他一拳，可还行？给我铁拳！马上让又吃鸡了，很索然无味啊，这游戏。好强 啊！这么强、啊，他就是我昨天郑州鸡王嘛，对 ，Ra 就是郑州鸡王，人生外号郑中鸡，我操！郑中鸡可还行？没有，那个游戏只要队友水平都差不多，很容易。开五，你要打，你要不打个近点，近点打。我会成为你们的护盾。我就近点打，近点打，直接近点打。就哪边近，左边近吗？右边近。哎，带小锤吗？也可以。哎呀，近点打贼鸡巴强。别，那我换一个，四三。那三零三算了。三零三幺二，挂个半撞，挂个半撞。占领目标点 A。又抓加速，又抓加速，又抓加速！赶紧冲击！别担心！哎，左右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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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受不了，我是一个人，都没了，我扛不住。哎，导演上来啊！上吧，上来，上来！走，直接上！你们在上面不打？准备一下，准备一下，准备走，准备走，看，准备，就看红雷脸。抢一给了，抢一给，走。导演他推下去了，没了。我走错地方，还没到，大锤没跟我们上来，我走错地方了，应该走左边的。我们上来的话，那个 Max 挂号，快点动，对的啊，对的，在 Max 这边有别的炮台。这张地图就是这样，加油就是这样，这地图就是这样了。是的。全场最佳。他们左岸屋也没人攻击左岸屋。这关太强了，他这个已经挂反了，但是。要三杀。啊，对面是。不是这个威力。啊、哦，我知道。对啊，是就那个人。你们长点心吧，一帮来带我们炸鱼的还要他妈的白金辅助 carry。谁是白金辅助？我啊，白金土著。我很 carry 啊，我这局没什么。看看我第十赛季，再看看我第十二赛季。我换出来30秒扔了个核爆。2700分，我操！我换地挖出来30秒扔了个核爆。可以啊。牛批啊！哎，其实他妈的我一直玩不懂地瓦这个东西。地瓦挺简单的。我妈一玩，我操！我他妈掉了50点血，我就飞走了。啊？你矩阵就是差满了。掉了50点血我就飞走了，我好怕！我他妈机甲没了就要被养，养他妈心态就崩了。天天养我，养他妈的小地瓦。里面星星是真惨，被吸住了，锁着头，电就完事了。对面星星开大了，然后我可求求你们了，我原是胜率还他妈是零啊！你妈逼10分钟造的伤害10000多还是零，这是炸鱼的数据啊！10分钟消灭27。27还可以啊，那就是赢不了啊。我狙也是27，原是这个英雄，哎，真的不想玩，一玩就他妈凉凉。哎呀，好难！看看我的铁拳，你他妈我你原始上伤害可能没有我狙高，你原始10分钟，10分钟对英雄造成伤害10000多呀！你要比伤害，我跟你看我车子停在外面停了3个小时，把他妈的我是9100。在这边啊，在 box 呀，头上来了，我人傻。他是塑料的呀，橡胶的。停了2个小时，格鲁特的头给晒歪了。我
我操，我艾希的数据怎么变成这个鸟样了？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别看，别问。再看一万二都没了。别看，再看号没了。你都没有玩过奶。但是你准备啥时候弄你电脑了？上帝之眼，哎呀！小花晚上吃啥？都可以，反正我永远都是都可以啊。跟我回阿德，咱英联盟双排，一局地包皮和那个宅主。哦，对，你的号还是青铜。正在前往沃斯卡亚工业区，准备进攻。来来来，好好打，好好打。来，我和我俩打。I play DPS。那我能去打 ADC 了吗？杭州的都是中国人。我想打你。沙滩游侠好吧，算了，范海行了吧？太蠢了。怪哥好吧？我原始皮肤，哎呦，哎呦，原始皮肤怎么好用啊？这个，你看，我都用原始了一半，除了闪光用。贼帅啊他。怪客，团结一致，不可战胜。乱他，我反对你带着那可怜的女孩到处冒险。Brigitte 已经做出决定，我会和他并肩战斗。我保护你。建议接一根网线。哎，我不知道网线接哪儿。不知道网线接哪儿？游戏上那个。大炮来了，后面有，插到他的屁股上。别担心，朋友们，我是你们的护盾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进攻，占领目标点 A。小美，我去射他头了。别对我！有盾有盾有盾，可以往左走，往左走，小心被墙，往左走。往左，大声来，左走，往左走。无辜的人也会后悔。小美死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后面有死人，你跟我。毛妹先走，毛妹死了，都死了，挨下锤。他把个死人。
包子，放个包子。走了走了走了。结束。当时是这个样子的，死神是这样子的，我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我就这样子的，然后他就这个样子的。比零正在互换心肠位置。哇！我第一波冲进去，那个小美加他妈给我摁在门里。准备防守。我跟死神有个那个安踏系，好吧，是正确的人。正确的人。然后他就地上了。那个死神是搞那个死神。妈妈说晚上不要睡太晚哦。我你打 GG 一直会跳出来这个。太可怕了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妈妈说：“不要告诉我，不要告诉妈妈，我又玩太晚了。”对。是这样吗？是打大血是小血啊？小血，小血，小血，大血不行。Best luck you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那个妈妈搞出来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团结一致，我们不可战胜。有毒！我操！你觉得我刚刚一配上这句话就很搞笑吗？他说死神不要玩太晚了。30秒后，敌方开始进攻。金窝银窝，不如自家的草窝。这没什么机会。我有点头皮，结果上面是303，类似于303，没看到 DPS 三。那看我这条腿，别拉，别拉，我拉，拉到我这儿。我就站在台上，天使上台的，天使上台的，天使上台的。防守，拉点你打，我可以站在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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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你们会来不？知道。站在这边。小美，小美。秒了一个。右往右，我有盾，我有盾。没盾了，没盾了，别哈哈。三秒盾，三秒盾，两秒盾，有盾，有盾，有盾。来了，往前压。站到他脚下都没吸到我，他没看到我。最好得有个人会小锤，啊，这种击飞跟小锤。小美，小美，小美。三秒，三秒，两秒。
哎，配合一波，配合一波。哎，激素一会儿可以打击哦，要不然他。I'm going to forget two of the steel. Don't do it. Push it up. 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.让我看看，其实他们最关键的是这个大，别的都还好。他们换狙了，我操！我想跟他对。因为这边有个中心会显示地方，好像打到这上了。I'm going to get off the steel. 宝贝塌了，看，厉害。我当时可以看到你不是我的球，我已经压了没了。那个，快冲上去！被换狙了，我操！我在上面站不住。正在下。我被控住了，我被控给拍了，没打什么伤害了。你把那个毛妹秒了就好大了。我把那毛妹杀了呀。毛妹杀，毛妹毛妹死了，不是那问题，是开团我们开团法器死了，没事。不是，我要盾，我要去放大的呀，我不能等圣再出大的。所以说我说了一。哎，就没掉一个。你在上面，你在上面掉的，就你还没到那个。就那个锤妹，我那锤妹。不是，我已经悬到他们门正中央了。我知道你还有点偏高嘛，还没来得及。不是，我想让你给我就直接给了，没关系，因为我是秒和尚，他们大锤已经被我弹去了。团结一致，我们不可战胜。锤妹。其实和对面吸的时候，我保住你们没死人的。我知道。哎呦，是那个锤妹。是真烦，是没这英雄。我跟那大水在那边心里 battle， 他直接把我一撞，然后来了。要玩你妈的爱惜，兄弟，我没看错吧？你不要，你爱惜，如果对面有狙的话，你很吃亏。对的。行，那我就换狙出去跟他对啊。你就只能烧，我操！其实有天使牵他的话，也还能是一枪。在心里面。上不去啊！他要跟我狙烦了，我就换心里跳他。可以。来，一，敌人来袭，防守目标已被解决。来，不打。他们打这种类似303，咱们只能拿个小锤跟他对抡，不要，是你们不要顶上钱，太强了，你要不准拿个小锤，不然就把阵容也拉到后面去。来了。打这种多排对面出这种阵容，咱们只能打不过也得练一练，要不然以后不好。就跟我312 copy 一下他们，挂我的。就咱们必须辅助最起码拿跟他们一样的，要不然很吃亏。就是我们在位相当于。说实话，如果我跟他们拿一样的辅助，是完全选择你的英雄。312没有安娜的话，根本想都不用想就奶皮了。
不是和尚和安娜，哎呀，我的意思就是 DJ 和小吹如果不带的话，就贼他妈吃亏，就他们相当于在过来吃我们。因为能玩 DJ 吗？就打不过也得练一练，要不然有点难受，主要是。也没有什么，没续到那个警戒，没续到那个警戒。没续警戒，让他玩啾啾娜可吧，让他玩啾啾娜。进攻的时候你们可以打自己，就被他们弄得三十秒后开始进攻。知道我的风格，我随时准备。导演效果比较强，我回来了。朋友们，我是你们的。你玩这个？看我打野去。我这玩天使，天使还是这样。DJ。五。四三二，你叫往左左，直接往左。开始进攻，把击。占领目标点 A。我能射，应该能射下去。别下去了，我找到你了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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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。我操，烟。大师直接撞开了，你直接回来接人，接人接人过去。开始攻击目标。我等你这么沉重吧，我。
我没保护你，他没办法，真没办法。哇，那个大锤！我的我的。这还有冰球，还有盾。这边是。我本来可以把那个大锤的那个撞给。对啊。有盾，有冰墙，有激素，真。是吗？是的，我大锤。还有这边能力。我大锤。啊！不用了，挡了，挡了，挡了。啊！这是冰墙，直接冲。对啊，不是他们直接封冰墙墙冲过的。打三零三，打三零三，打个迪瓦出来，拿妹也行，妹也还剩三十秒。啊！我不可能输的，进攻！让马过来！快打我！这大锤又要有大了。小美把你们我看到了，我扭头看到你了，但是我没法去接你了，你知道吗？全场最佳。哎呦，我那个大。I'm going for that door, Mr. Steve。收三杀。这边把球永远强势前排。没事，下一把无所谓。哎，我这和尚是真不行。嗯。哎，开心点，软软的。干啥呢？我在我边上 Apex 呢。他在你家吗？没有，俩在网吧。哦。交位移了，我打你妈呀！这课表，上课要上到八点吗？每天上到晚上八点？对啊，就全是那种六点到八点的课，我都不懂了。早上八点上到晚上？晚上没有，不是早上还有吗？就是晚上六点到八点的课就很久。为啥？还有，我还有这个游戏对吧。那个游戏不是公测了吗？那个叫圣什么，也是那个橘子平台的那个圣哥啊，圣哥，对，那个游戏，那个游戏有点像、有点像那个什么游戏，之前暴雪不是旗下的那个游戏。四个人吧，也是组队类型的。不是说评分很低吗？感觉背景好像还可以。Heaven's got
屏障激活，武器系统优化。你们进去出了，我居然撞到了，又撞到了。没有，刚才我居然还有好。雷！正在前往爱辛瓦尔德，准备防守，选择你的英雄。是吧？那边好像有点猛。形容一下，哇，金荒，没有那么多嘻嘻哈哈了，好吧，没有那么多嘻嘻哈哈。好，在吗？要玩狙吗？小黄，你要玩什么？我玩这个，咱看看。哎，我，你的麦克雷没伤害，不知道为啥。哇，有点。团结一致，我们不可战胜。四千伤害。至少在某个地方，现在。我他妈打了18，我操！30秒后，敌方开始进攻。我操！烧头，瞧瞧我的厉害！今晚我要是身边，今晚我要热的是我在国服境外是现在39。二一，敌人来袭，防守目标点 A。我日啊，就真追啊，我操，别追了行吗？别追我，没人可以躲过我的眼睛。为了你，敌人两个了，屏障启动。那我们家这个奶的毒现在有点严重，我让家人先使。
看都是被他妈这种狗屎阵容打的。运载目标抵达了检查点，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。哎，不要这么压呀！我没压呀，都到我大腿前面去了。看不到人，真烦。往后退点，往后退点。但是这个点就没了，没了。但是他吃了呀。快缩了！即将复杂，团灭。第一回合结束。啊，我来打 C 吧，求你们了。得分。都去打 T 吧。比三正在。感觉你们状态已经不太对了。结果狙死的挺多人的，我都是单杀，就没有用。选择你的英雄。你们都是一个个就压到前面被人家勾走杀了，压到前面就被人家勾走杀了。我就死了一回两回。我跟天使说走了，人家直接一个吸。没事儿。拿和尚吧。嗯。我说叫小胖拿和尚吧。啊啊。团结一致，我不可战胜。死神拿不了，真拿不了，上不去。没有那么。而且杀不了人，是个秒，或者等 combo。直接被吃掉。我在第一波是，后面这波不怪他，我哎，那个位置那猪肉，我是真没用。算了，你走位骚一点好了。我没想到他突然就出来了。三个我看到了。You are.
真的在转的。射到了，得分3-3。这怎么杀？准备进攻，还是进攻打翻？选择你的英雄。我觉得他妈打带锤真进不去，那就不打。我去吃子弹，好吧，我进去吃子弹。要起法器吗？起个双飞算了。这图原是半道。其实这图艾希也挺厉害的，好吧。我都跟你说，这图防守，这个图艾希上那个桥一炸炸他妈五个。艾希哪是艾希万金油，哪个图都行。没有，有点了。
哪个主打不了？我跟你说，全能打，还是点能打。对的，这图这版这人现在版本。三十秒后开始。那孩子是那个伊利奥斯，那是伊利奥斯，伊利奥斯。不是绕后，不是绕后，不是绕后。那个点，那个点被，那个点狙也会粘，那个点是艾什都会粘。艾什比较好，灵活。那个深井，深井，深井，深井边就那个中塔上。你要拿个安娜，安娜，安娜。二一。他是我上去蹲，大神爆图的。杀杀杀！毛妹，毛妹。剑剑剑剑往里剑！我还在战斗。我正在占领目标点。敌人爆头了！阻止我！死了！又一箭头！死了死了死了！别离我太近！你会被消耗送运在。不急不急，到时先别急，可以到时候可以给小锤、大锤或者救人。小锤、大锤、毛妹都可以，小锤、大锤、毛妹都可以。别给小锤啊，他们 DJ 的我赶不到人，一个加速，别给我们俩，给毛妹都可以。让我们看妹。先立刻，先立刻。我操！嗨，全死两个。哇！哇，刚刚开服那个盾，还有那个叠甲无敌，我出来直接一条龙回去了。让你开车，对，我会去压的。那我要是不带球了，我来运球啊，我在这块。回了。第四。完了不完了。真不是。我会成为你护盾。直接后面。车别让，车别让，来车边，来车边。你这手，毛妹杀，毛妹杀。阿贡，你活该做。被吸龙了。好没事。哎呀，这边两个推一下是结束。要不推下去吧，然后接近。我又有龙。四比三，正在互换攻防位置。准备防守，选择你的英雄。都行。他们要起脸的话，都挺有用的，各有利弊。C 位能秒人，天使比较强。安娜瓶子准，禁疗比较强。看你。哦，我打什么？我还要打大锤。团结一致，我们不可战胜。就只是奶瓶。我不会让这里的不幸降临在我的祖国大地上。你们在哪个网吧呀？PC， 那边。学校旁边。EAC 对面。僵尸。这么热的天，我跟。他说这个天。哦，好吧。盯上。他说那个网吧是真挺难受的。别浪了，一定不要浪，以桥为界，别过桥。四，这个奶不能急救，你别过桥。一，敌人来袭，防守目标。刮了，刮了。别担心。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别被坑，哎，你们都说。坑没了。出半秒了，对，龙一条。等一下，那个暂时的失败。那个钩子根本都是那个。哎，我咋先拿我下来？我想。他们回来了，太伤了，我操！走吧，下一个点吧，别耗了。不
法局。我刚才脚步以为是绿卡。啥子东西啊？他妈的！过来，前期靠后点。谁要清框的？反击半血。上高台了。适合打影响楼了，我看到了。大锤也在楼上，我操！大锤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在旁边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天气掉了。我操！我傻了人。他妈这大他妈这大学跟我一样有想法。没有被勾了。好烦啊！往前别顶车呀、啊，顶车呀、啊！这车白给啊，现在这打一波等于输了，顶车。我还在战斗。妈的，找到啥？找到你！我操！太郎全倒。Nice。我一锤！哎！战斗还是打不完。吃了这帮无谋无德呀，养我也行。给你屏障了，上！拉我拉我！我有帮我反击。反击三楼，反击三楼。三楼三楼下去了，看到了吗？去楼上打。反击正面。屈服于我。回来回来，大师回来大师回来。反击后面。死了死了死了。别打了。这么好吸啊，有吸就死，我跑不了。不是，早点死，我刚才叫你死就快死了。直接跳啊，直接跳，你有吸就直接跳就好了。没有。胜胜胜胜胜胜，去车边去车边。英雄。过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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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将仗义。推我。我他妈上去找法就被推下去。我看。贼鸡巴难受。这法就快死了。我还没有手寸。就刚 Q 七就行了，我有龙。全场最佳。他妈被轮了。被路霸了。阿贡，不该动的事情。双杀，三杀，四杀，五杀。我他妈把个大锤那个盾我只两秒钟就没了，两千的盾两秒就没了。你还打吗？打我都无所谓，不是。收了好多钱啊，为啥？哎，我去吃点东西，你们先打，我去吃点东西，饿的。好，嗯，明天吃，明天吃口东西。